真的快进攻，怎么看着挺好，刹车好，几个快进攻，我天哪，我操，这打杆他妈，这打杆速度我他妈无语，这完全是相当熟悉车的，这打杆速度，他这种水平，他这个水平应该只求自己发挥稳就行了，不用管别人的，是啊，跟自己比，你跟他讲，顺便怼他一下，我操妈，哦，还是弯，这个可能比上一轮更快，这个降高度，这应该比上一轮快，太快，哇，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天气怎么定住的？哇，这个弯怎么？这不是 F3 飞控吗？